真的非常忙，我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会让身体快速加热的那种比如说简易的肌耐力的训练啊。那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就会自己在这个跑步机或是踏步机或是这个脚踏车机上面很轻松的踩，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缓一些这样子。我以前真的是田径队，然后虽然成绩没有很好，但的确练就一个就是在还没减肥之前身体是非常的强壮。校园里面蛮多很厉害的，很像飞毛腿，就是腿很长的，所以就是我就的确是跑兴趣的。我自己在家里有一些有氧运动的机器，所以通常都在家里，然后也有一些重量的东西可以做这样子。可能体脂肪的关系吧，就是很容易怕冷。对，就是赶快喝一杯姜茶，然后穿上外套，再厚一点的外套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女生嘛，然后当然以自己出发点来做我的专辑跟就是想要传达一下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MV 里面好像还有跟林心如一起有嘴对嘴，就是好像还蛮因为唇蜜的关系，然后还有牵。对，这部分要不要讲一下？会害羞吗？就是身为专业演员，就是不可以有害羞这个跟害怕，所以当导演提出来，我心里有这样好，然后但真的要演，就是也没想这么多啦。那的确有大家就是演完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唇蜜有水蜜桃的味道，就是那种